我只需要自己窝在一个房间，一台电视，一部电影，一张坐垫，好让我来慢慢消化躲在身后的累赘。你可以继续努力珍惜你的时间，反正你的时间都被拿来赚钱，小心到了最后对你自己还一知半解。所谓脱序的行为，教育之名强迫将人改变，在意社会之名对人指指点点，早就分不清楚谁是谁。情愿，每个人都值得。